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周的 TSNA 体育周报。欢迎收看本周 TSNA 体育周报。SBL 下半季例行赛 ，SBL 下半季例行赛彩票方式，你这老表怎样，不按都没有这么掩饰，你给我来录。哦，我这不是来了。两位小编就别斗嘴了。好，来哦，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等一下，欢迎收看本周 TSNA 体育周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周 TSNA 体育周报，我是小编 Jason。2020全英公开赛，戴资颖15日在决赛强碰当今球后陈雨菲，最终小戴以直落二获胜，不仅收下本季首冠，缔造全英赛四年三冠的纪录，更重返世界球后。周天成首闯男子组冠军战，面对连两年闯入决赛的丹麦名将 Victor Axelsen， 虽然遭到直落二击败，仅拿下亚军，但仍已创下台湾男单的最佳成绩。日前因为检测出罹患新冠肺炎，导致 NBA 当局直接宣布无限期停赛的爵士明星中锋 Rudy Gobert 13日在个人的社群媒体上向大众致歉，并希望大家能够以他为鉴，不轻忽这次的疫情。哦，由于新冠肺炎持续在全球延烧，中职会长吴志扬12日正式宣布开幕战将再延至4月11日开打，将成为中职史上最晚开机的一次。在 NBA 球员 Rudy Gobert、Donovan Mitchell 以及 Christian Wood 先后确认感染新冠肺炎后，16日棒球圈也打破了零确诊的记录，传出首例感染案例为洋基队的某位小联盟球员。高中排球强权丰原高商不负众望，今年再闯冠军战。15日面对实力不容小觑的平荣高中，以总比数3-1夺下108学年度 HBL 男子组冠军，达成史无前例的7连霸。女子组的部分，面对首闯冠军战的英歌工商，中山工商靠着主攻手徐婉云挺身而出，助队直落三夺下108学年度的总冠军，宝贝儿子首度到场观战。玉龙射手简浩斩获12分，达成 SBL 生涯3000分的里程碑，助队打退九泰科技，收下3连胜。简浩赛后直呼开心，并透露接下来的目标呢，就是收集到第六枚冠军戒指，并模仿 Michael Jordan 手握六枚冠军戒的经典照片。本周的发烧话题是 UBA 男篮四强守护门神，本季是四支球队禁区的收成年，身为大学长的他们更是球队的攻守支柱。这次我们为大家访问到了四位球员，听听在 UBA 对抗多年的他们又是怎么看待彼此的呢？而对于自己的球员生涯又有什么期许？本周的发烧话题将改于周三晚间6点准时上线，记得要看哦。以上就是本周的 TSNA 体育周报，我们下周见喽。玉龙射手简浩斩获12分，达成 SBL 生涯3000分的里程碑。里程碑，手握六冠的哈，这样。以上就是本周的 TSNA 体育周报，下礼拜见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，也欢迎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